其实我也，这个就拍一下屏幕就好了哈。好。开始了吗？好，开来了。感觉没动啊，对，那就是你看不出来的，你就先侧面。这样抬过去，但是这样也看不到电了。它大概要多大力的时候会断呢？三吨多。三吨多，这个是以千克为单位吗？啊，对。那也快了。到多少了？速度不能调快一点吗？调快的话可以调，但调快怕它的力不好打不到，打不上去。那这个速度是十吗？对，这是十。我们一般建议调多少？就是测那个，如果说两吨以上的，一般我们都用十或五的速度。这么慢。完了，相机快没电了。完了完
千多啊。然后弄啊。也不是很烫啊，因为刚好是因为。